接头和接尾我们都有那个对应的机器人，然后你从接头充完了可以，如果找不到机器人再去接尾，接尾接的可以在接头去还，然后中间我们有两个机器人这边做定点，速度是我们可以人为设置的，目前设到 0.3 的速度它就折得很慢，它遇到人它就会停下来，然后呢扫码的过程中它也会停留，它就停留几分钟让你方便见。